土地现在在这个屏东巧克力相关公司。上山开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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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山开你要把你的专业行业放到前面，把你的专业放到前面。
在那边看他讲什么。对啊，到前面去，前面去，然后你要看到前面去。对啊，你到正面去，正面去。小心，小心，看没有，让你两句，让你两句。小心，先放一下。好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不要急！小心，小心！不到！好，谢谢各位！来，小心！小心，不要急。快点，我们把八十八岁了，前程等着你。
看一下啊。真的是几经疯狂。土地现在在屏东的巧克力工厂，现在这是可可。那我们的木桶饼先做发酵，大概一周的时间，这是一个意向。那一周之后呢，它外面的果肉，就我们刚吃的那个甜甜的东西，果肉它就会分解掉了。那分解掉之后，我们就会把它拿到户外来晒豆子，晒豆子的样子像这样子。对，要晒一周的时间，再把它拿到我们工厂里面来，把它烤干烤熟这样子。那左边这边的话，就是我们的加工厂，对，它是不是他们家也很吃的？市长居然喂虎哥吃巧克力，被我看到。非常贴心哦，市长喂大家每人一颗。
我也要一种。各位，屏东巧克力工厂巧克力是虎地认证的好吃啊，因为我现在吃，正在吃。哎，真的还蛮好吃的，蛮香的。他说是冠军巧克力。它这个应该是大概是75%的吧，微甜啊，但是也是蛮苦的。哇，回复刘淑琴，这样就做到生意了。我讲两句话你就要网购了，看来我贡献的也蛮多的。对，在屏东，屏东的巧克力工厂。我要拿一把，我就知道。虎弟又拿一个来吃，真贪吃。来，小朋友要过，大小朋友过一下，拿巧克力。是真的巧克力，拿着吧。小朋友拿巧克力，好不好？拿冠军的，拿冠军的，拿冠军的。一个点了，待会我随时关直播，请大家不要介意。Thank you.
谢大家好，谢谢。安静，安静。来，大家点点啊，点点点点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各位屏东的乡亲这么热情，谢谢各位屏东的父老兄弟姐妹，感谢大家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来到屏东，全世界比赛拿过全世界第一名的巧克力庄园啊，叫做福汪庄园啊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。我们大家帮他们掌声鼓励，拍拍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谢谢我们叶寿山立法委候选人，谢谢我们的周佳琪立法委候选人，谢谢廖婉如前立委，也要谢谢周习伟前县长，也要谢谢我们福汪庄园啊所有的接待，让我们吃到这么好吃的巧克力，希望庄园的生意越来越兴隆，大家都可以分享这么好吃的巧克力。更要感谢各位乡亲牺牲宝贵的假期赶到这里跟我们一起共聚一堂。韩国瑜、叶寿山、周佳琪祝福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现在韩市长特地绕过来啊，车子在后面，他特地绕过来这边，跟刚刚一个民众啊很激动，他说他的妈妈87岁了，坐轮椅都没有办法看到韩市长，所以韩市长特地绕过来打招呼。那位坐轮椅的就是他妈妈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来，谢谢，谢谢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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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看到韩市长非常的亲民哦，而且刚刚答应的这个民众就真的过来跟他的妈妈打招呼。渴望改变的民众大家看一下他们的眼神表情还有笑容。去赶场了，拜拜。